今年这行的你啊，因为雨水较少的关系，三期延后，猎头嘛较细。不过消费者入行来采购食你啊，有机会捡到较大粒的。口感、气味啥款？都无真酸啊，你啊味真重呢，袂歹食啦。啊，你当年拢来办？吓，有当年有时来都无哪办。这个吼。家己买家己也较好食啦，啊啦，别人买来咱食较无好食。因若来都，互因买，因通干咧，啊，大家都规行直直顺，啊去买看爱啥物款的就买啥物款的，啊，互因食拢食免钱的啦，啊买来因通啊摕来称，迄只一斤40块安尼啦。啊是的，啊是的，一斤50啦。除了现菜现吃以外，主人也教民众简单的方法，让煮饭下来的你啊，吃起来有无同款的风味。拿来乡长特别推荐。哦，这你啊长哦，拢超过10年啊，啊，所生产出来，所今年到了吼，诶，你啊吼，正甜啊，吃起来就口感正好，拢未涩啦。吼，啊，若佫稍微有腌制过吼，那个口感更棒。一斤的你啊，然后咱给倒入咱的容器里边，哈，嘿，这是我洗好的啊，哈。然后，吼、哦，甘草粉差不多，嘿，甘草糖，伊差不多，这个糖丝啊，差不多1/3安尼，哦，咱就家用落，来散散的，散散的，嘿，蓝姜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安尼一汤匙，安尼落，吼，一汤匙安尼。啊，切切落啊。嘿，切切，啊吼，这有一个要点吼，咱的里啊，袂使甲拱破，拱破伊会用伊的水会走出来，啊，所以讲伊水走出来就会软软，对，软软无好食，好吃吗？嗯，好食，青甜，啊个那个含水量非常高。拿来向这座观光公园所出产的水梨啊，水分子甜度高，是目前上界受欢迎的梨啊品种之一。采收期大约有一个月左右，欢迎民众前来体验闽梨啊、鲜梨啊的趣味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